你也得捧着他，就弄不了，也得。从四项讲，筋骨力肯定就是这个抻筋拔骨的这个力量，那肯定都得有。对，每一个动作都得有。他这样玩着练，肯定出不来。哎，咱你看，咱画圈，咱就是画圈，咱就你看双正圈，咱就画圈，你都得有顶的地方。每个瞬间都能变。你这样戳肯定戳不去，你这样戳出不去，必须你看一转，你这个身子一转，你必须得有这个劲儿。所以画圈的时候就出这种劲儿，是吧？画圈的时候你就得，就得走出这种劲儿来。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。加屏幕下方微信，进入爬鹏国老师的太极拳研讨群，我们共同进步。